那些天使，咱看伊吼不起眼，但是吼他们做出来的作品惊为天人呐吼，比我们吼比我们自己要去做的吼做得更好，所以吼我们是不是利用大家吼的掌声哦，跟他们鼓励一下？对啊，非常的了不起哈。那今天所有的成品哈，我知道都是由我们后面的那些天使哈来制作完成。来供我们哈、哦、所有的二林镇哈、哦、我们四乡镇这些爱好人文艺术的朋友哈、哦，大家一起来观赏来欣赏啊，所以呢，可以说他们哈、哦、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用心。好、哦，我们正常人搞不好、哦、都很做不出像他们这么好的作品，所以哈、哦、真是难能可贵了哈、哦。因为之前看到他们的作品呢，我真的是非常上厉害的是，我刚刚有讲到吼，伊头坐袂落来对不？哦，伊头第一天来，一段好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就是坐不住，很好动。你知道他现在可以一天包几粒水饺吗？一天现在可以将近包1000粒呢！哎，别掌声！啊、他在寻找他自己生命的希望，所以他后来有参加一个叫做地板滚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。地板滚球是针对很重度的肢体障碍者的一个运动项目之一。你知道他现在是国脚哦，国脚，你是国脚哦，哈、哦，利用伊的脚球，他那个地板里面，最难照顾的一个孩子，因为他跟其他的孩子比较不一样，他太活泼好动了，他都坐不住，然后来的话，他就是很容易就只要一点点不高兴，他就一点点，同事可能他摸一下，他就觉得。啊，我好生气哦！我就生气，我就不想包了，然后就在那边耍脾气。啊，有时候耍脾气就会蹲在地上开始滚来滚去。他多大？年纪多大？他现在二十五。对，他来的时候才高中刚毕业而已。那你用什么那个方法把他调教这样？其实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，其实所有学过的都用上了，可是对他来说好像也没什么用。然后。当然，就是最大的方法就是那个爱心跟耐心陪伴他。他久了，他每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们从中我们去学习跟他相处的方式，然后他也去学习说要怎么去遵守这些规则。然后渐渐的，他就比较慢慢的，他就比较懂了，然后也会就会接受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其实是为他好，所以他就会跟着我们一起做。然后渐渐的，他也会觉得，他就其实他很热心的，他每天都会帮助其他的肢体障碍的，就是坐轮椅的啊，帮他们刮鲜料啊，然后帮他们准备一些器具。然后如果他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都会很主动的就起来帮忙。他只要说他做得到的，然后他心情很好，他就会很高兴的去做。然后说你照顾他几年了？他从进来到现在也7年了。对对对，他从刚开始进来。因为他白天就在我们水饺坊这边，我们教他包水饺。等于说，你现在觉得你已经成功做到把他好的训练成功？没有啊，他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。对，他还可以再更好，进军还可以更棒。老师一直夸你呢。对，有点害羞。老师对你好不好？好。哪一个老师？跟他握个手，跟老师握个手。抱一下，抱一下。